明天的中国力量源于团结。中国这么大，不同人会有不同诉求，对同一件事也会有不同看法，这很正常。要通过沟通协商凝聚共识，14亿多中国人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同舟共济，众志成城，就没有干不成的事，迈不过的坎儿。海峡两岸一家亲，衷心希望两岸同胞相向而行，携手并进，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。